超聊水哥，我们继续来欣赏网友的精彩投稿操作啊。那这位网友叫做加藤正敏，用的是次郎方啊，这个西冷次郎方啊，感觉挺难用，就是用的不好啊。然后不过这位网友这次打的还是非常不错，然后对面先打一个千道忍者西冷，千道忍者这次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忍者啊，直接锤。哎，躲过了技能，哎，对方在背后丢了个技能，被他弹起来一个分身，然后抓起来爆摔，再平 A， 啊，这时候对方还有一秒钟，哎，一秒钟分身，但是没有算到时间，就丢个石头，哇，砸了被人，然后对方的原魔把他挑起来，再来投口水是吧？然后就跑了，哎，这时候跑回去了，大家准备丢二技能吧，哎，石头扔了没扔到，开始，哇，这是丢二技能被喷起来了。啊，接着跑，千叉没有叉到，对方又开了个分身，哇，又开始搓，一丢了个阔鱼，哇，血量一下子马上就比这个多了好多，搓，哎，这时候平 A 分身，这个他有没有分身？哎，居然没有分身，对方直接开始开技能，如果刚才直接平 A 对吧？平 A 的话，基本就不会死。啊，一个大招之后，应该是次郎方血比较多一点，差一点这一局就挂掉了啊。直接一个大招反杀，虽然说现在没有分身，但是应该还是很容易挣到的，而且他现在一个召唤都没有丢出去，你看他准备走起来就会插入，没有插住啊，一下锤子啊，一个石头扎住，又一个分身扎了个原魔，啊，原魔这下糟糕了，对方的很尴尬，应该一五平A抓起来锤，慢慢锤一二三四七，再锤一，哎，这下锤歪了。他好像是开了个什么绿箭，是不是普通会变很多啊？就是打的伤害很高，反正可能也是能爆到的。这个，哎呦，这个技能好用啊，这么用。这两个吸的，这两个千道忍者感觉都比这个次郎方厉害啊，但感觉对方的操作没有这位网友强一些啊，要不然的话不至于被这么吊打是吧？跑位再锤的，平A，而对方没有分身，五秒的分身，但被就砸死了。次郎方又是头啊，然后感觉他捡石头就是这么。直接招了个贝壳出来啊，对方又是一个神秘的兔鱼，这好像也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千道忍者，对方怎么这么惨，被人吊打，打了一下子就没多少血了，哦，最后分身骗完，骗完之后应该是可以上大招的了，大招可以把他秒掉，但是他没有坚持等待机会，哎，一个分身啊，分身之后哎开了个蛤蟆，然后再开大招啊，直接秒掉，还是然后继续吧，杂鱼再怎么挣扎也是被他给干掉了，非常厉害这个玩意。